我同心面，真搞不懂老板为何要安排我跟一群花痴上班。No，不要说我嘴快，你看 Lisa，本公司的 VIP 剩女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嫁得出去。她旁边的肉食女 Karen 啊，锁定了猎物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。我旁边的十足拜金女派派，利用男人是她的专长，勾引男人是她的兴趣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弱智女，她叫蠢蠢，每天只知道傻笑，哪天下巴掉了都不知道。睡着了，天哪，几点了？他又来了耶！黎明要来了，这次的假期我一定要找他骑 U bike。大家都以为我很傻，但其实我并不傻。黎明一定是喜欢我这种外表看似天真善良，但内心是个聪明的美少女。嗨，我叫派派。对我而言呢，人可以不赚钱，但不可以不美丽。怎么又是无聊的上班日？不知道今天我的林黎明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嗨，我是 Karen。我承认我是有点失控了，不过我想黎明应该会喜欢这种重口味。嗨，我是 Lisa。对我来说，处理任何事情都需要绝对的冷静。不过，除了爱情，那就是我，人称胖子界的小贾斯汀，无敌霹雳小可爱。今天呢、啊，我在电梯会有一段小小的小艳遇，呼呼。先生，到底是找人没有？挂号。有。哼，一群花痴，一定是男人又来了。Lisa， 这里。
plastic bag. This is no plastic bag. Oh yeah.